我在第五面了啊，OK，我回来第五面给你他的答案啊，OK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，有什么要可以找到的，帮助我们找到的，这个不难对不对？这里是三角形，OK，我画的有点丑，这里是三角形啊，所以我找到这边了的哈，百八减三五减三十，OK。所以是115。这一刻我需要一题一题讲着去，因为每一题呢，可能它都有人不会，你知道吗？可能你会难的，反而简单的你不会，有的会降了，因为这是要看我们找不找到的那一个地方，所以我不会直接给你答案。OK，我会讲着去，115来的啊。现在哦，其实 Y 跟115是一样的，Y 已经有答案了啦，哦，115啊，OK。x 是怎样啊？x 就是它的对面呢，对吗？x 对面加起来百八嘛，百八减115咯。OK，所以应该是65，完了，所以 x 65，y 是115啊，你 check 一下啊。OK，如果呢你们这一刻有不一样的方法找得到答案，OK。没问题，啊，你不确定，你觉得可能会有点，是有错的，你只是心面对还是怎样，跟我讲啊，可以的，我们讨论一下，OK？下一个 part，这里，OK，这里有两个那个可以做两倍的东西，这个130，请问它是 y 的两倍还是 x 的两倍嘞？这个130是外面啊，其实你要这样看同一边的啊，所以其实130是 x 的两倍来的，OK？130不是 y 的两倍啊，OK？x 百三除二来的，所以答案是65。x 找到了，OK？y 是什么呢？y 的两倍其实在这边，所以我讲要同方向，你看到吗？啊，y 的两倍在这边，所以我要找到这边先。我拿360，因为圆圈嘛，中间对不对？减掉百三先咯，OK？230是啊，所以我找到这边230。啊，你才知道 y 是多少吗？对不对？y 是230的一半，因为230是 y 的两倍。OK，y 是230的一半，一五来的，可以吗？check 一下啊，这两题啊，OK，除二，对呀，115来的，x 是65，y 是15，这一题它要 x 加 y，OK。说、so, 如果它只是如果它只是这一边跟 y 啊，加起来总共是百八，可是它有多出这一边呢？是不是？所以其实这个 x 我们可以这样看，我们可以把它分开看先。OK，我们知道这里啊，这个跟这个已经总共是一百八了。这里说、so, 蓝色是一百八了啊，你看到吗？可是 x 包含到 all the way 到这边了，所以我们要一百八。再加这个小部分啊，其实 x 加 y 你不需要真正知道 y 是什么，x 是什么，我们只要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。蓝色已经是180了，OK，红色再加下去就是 x 加 y 的总共的答案了。所以请问红色是多少？红色看这边咯，对吗？对面是不是180？所以红色是180减110，OK，红色这部分呢是70，这边呢？蓝色这部分呢是对面总共百八嘛，已经是百八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写了，x 加 y 总共呢是这部分加这部分嘛，这部分一部分是百八嘛哈，另外一部分是这个70，所以答案是250度，250来的，OK，250度，OK 啊，擦掉啊。OK，我们再继续看这个该讲了哦。OK，这里的题目啦，这一个，他讲 PQRS 又拉 CCM 把给答案，cyclic quadrilateral，意思就是说它这个 PQRS 这个四角形呢，是那个对面加起来百八的四角形，因为它四个角都动到边，这个的意思是这样。OK，接着他要我们找 x 跟 y，OK，一样的了，x 跟 y 来，有什么可以知道的，可以找到的先找了啊。看到吗？什么都找不到。现在我们只知道这是等腰三角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等腰三角形有80啊，我们可以找到这个跟这个啊，对吗？OK，因为它们是一样的嘛，三个角啊。OK，所以百八
减80，然后平均分给两个，对不对？除二，答案是50啊，然后100除250啊，所以这边是50，这边也是50，我们看下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。找到 x 找到，其实，OK，整个一起看，你看换颜色一下，你要看啊，这现在你不要看中间三角形，你看整个这个四方形，x 跟它的对面加起来要180，它对面哪里？对面是不是这整个？对吗？整个是几多啊？75啊，所以你要拿180减掉75啊，x 180减掉这两个啦，50跟25啦，就是讲减75啦。OK，你直接减75也可以，你这样写完它给它也可以。答案是105，找到 x 啊。OK，y 跟这里总共哦，跟对面加起来要是18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这样写，180减掉70是110，对吗？这里是110，y 就是110，在整个是110嘛，扣掉50咯，y 就是。一，这么写两个等于啊，110扣掉50啊，OK，啊，110减50咯，答案了咯，等于60度，check 一下啊，x 105，y 是60，OK，好，我擦掉啊，所以如果你有更快的方法是什么啊？你可以分享一下的，你知道吗？OK，我们来看还有两题这个，OK。这个有讲什么？PQRS、CC、Empat、Gitaran，那 PQRS 这四个啊，这边啊，你看到吗？四角形在边了啊，你不要整个加完起来啊，你整个加起来不是四角形啊，你看到吗？一角、两角、三角、四角、五角形哦，哎，四角形只是在这边吧？也就讲这里加这里180一样啊，你看到这个该我跟你讲的东西吗？白三是哪里啊？不可能只这样小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画到很顺，就讲哦，白三包括整个。OK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里是多少，然后这里是多少，我们还不懂啊。反正你可以找了的，你找到了，你看到吗？百亿这边是啊，说、so, OK 啦，找掉它啦哈。说百八减掉百亿咯，因为对面是180，加起来哦，对面加起来是180，所以百八减百亿找到这边等于70。找到什么你就找先，我跟你讲。你看他给的资料来讲，你找到的角度你全部找出来先啦。现在红色这边是百三减掉70，所以红色是，我写出来给你啊，百三减70，红色呢是60来的，红色这一边啊这边，所以这边我这样写在它上面，这样我们容易看嘛。OK，我知道的是这样，还有什么东西我需要知道的现在？OK，他要找X 比较X 可以找到了其实。你看到这个是中心吗？就讲这个所组合成的三角形，它的边边是90度，找到 x 对不对？x 等于三角形是180吗？哦，减60度，再减90度，OK，答案是30度，找到这个了，30度啊，x 是30，现在要找 y，y 也是你看啊，它是顺顺着去的，所以 y 是包括外面的，你看到吗？诶，很容易了啦，这样的话啊，说 y 包括外面，对不对？这样哦，你看这是直线吗？对吗？百八减掉这个 x 不是 y 了咯？啊，所以 y 是百八减掉30啊，x 30啊，等于150度，检查答案，OK 度，你可以在最后答案才写那个小小圆圈那个度的啊，前面全部不用写，不要紧，OK？因为 y 是这整个，可以吗？x 30，y 450啊，OK，最后题，OK，这里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知道的？他讲，OK，PQRS 是 cyclic，是那个 CC 48 Gitaran 说四个角都动到边，这是那个圆形的一半来的，因为这个他写了这是 O 中心，我们可以肯定它是一半了，OK，找 x 跟 y，是我们现在所找到的东西，先跟它写下去先，现在你可以找到什么啊？找到，你看你看到有中心啊，通常它都会有三角形给你的。看到吗？这里是90度，你看清楚一点是不是？这是中间线组合成的三角形，90度哦。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三角形有吗？哦，没有了。OK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还有这个中心出来，中心出来，这是一个等腰三角形啊。60是这边吗？也就讲这里也是60咯，是不是？
不懂有没有用到了哈，只暂时写着先不了。OK，这里六十，这里六十，哇，好多啊。OK，还有像这里找到了，这里有需要的话啦，我也不懂有没有需要了哈。他要我们找 x 跟 y 上，OK，不要紧，找着先。所以100减60减60啊，我写着先啊，OK，减掉2个60就是讲减掉120，还有1个60，喂，对哦，这边2个都是60，就讲第三个一定是60啊，这个是一个等，简直就是等边三角形啊，因为它3个角一样的，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找到先啊，还有啊，有没有那个蝴蝶？这个是小蝴蝶，终于看到小蝴蝶了，OK，我要画出来给你哦。用蓝色啊，看这个啊，看到小蝴蝶吗？2倍的图形里面找一下，跟中心同一排的将会是它的2倍。说这里60x 就是60的一半，OK？我讲过一次啊，你听不明的话，你要再看清楚，你要 replay 这个部分啊。这是小蝴蝶嘛，对不对？小 ribbon 嘛。跟中心同一排的那个角度，就讲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啊，是这里跟这里啊。跟中心同一排的那个角度会是它的一半，说中心是2倍吗？这里是它一半咯，所以 x 是60的一半，30度咯，看到吗？x 找到了，OK，30度啊。还有这个 y 要怎样找啊？OK，我可以插到完了。有时候我讲的就是讲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铅笔？因为你很需要插到完了，我跟你讲。有时很乱了哦，哇，很多号码了，我们就要擦掉了。还是他有其他方法找到 Y 吗？60，OK，我要擦掉了，真是很乱。OK 啊，我擦掉这里所有的东西先啊。可是我找到的，我放这些。OK，看下来还有什么？这30我要放这些。Y，如果我们用，还有什么方法嘞？如果我们用。三角形这个90度啊，有了，诶，有没有啊？这90度是跟这里吗？哈，这里跟这里是180吗？还不知道啊。这里是该是60度，这里是60哦。然后我们还知道什么啊？这里是60，没有用到。这里哈啊，这里也是，这是等腰。可是我们不知道这里多少，因为它。因为我们不懂这里多少诶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，OK，你看啊，可以试下降啦，因为它可能会有很多方法。说如果你有更快的，你可以再跟我讲，OK？可以，我们刚才找到这里是60是吗？这里哦，60，因为这个全部60嘛，是不是？给我们找到，对，因为它这里跟这里一样，然后。也不可以，哎，不可以哦。35、40，对面。OK，有快的，有快的，可以可以，忘记了这个。你看到这个吗？哎，这么画不到，这里跟这里哦。等一下，我再擦掉一下啊。不是，不用擦了。你看到这一个吗？三角形，等腰三角形吗？这里是不是？也就讲 y 其实是这里总共来的，看到吗？y 因为等腰嘛，y 就是这里总共来的，所以 y 是35加那个 x 是30，是不是？所以是65，y 是65啊。OK 啊，因为这里等腰长，我不可以预测，我不可以讲这里等于这里啊，这三个三角形一样不可以，因为没有讲到诶，你知道吗？没有讲这里一样大吗？没有诶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回它自己这个三角形来看呐、啊，这里这个角等于这个角吗？所以 y 就是等于这里总共咯，OK？所以就到这里先拿，OK？后面的其实你可以做着去，因为有那八个图形哦，就可以做了的，OK？只要没有提到 tangent，因为有个部分是 tangent，哦，sorry，到 tangent 了，OK？如果你可以看的话，你参考了这个笔记，你也可以继续做一下，OK？先到这边先拿、啊、到第八面拿、啊，你该写出来的东西，你的笔记拍照。Submit 上来，Submit 回第一个 post，我写 instruction 的那边，1、2、3、4、5的那边，知道吗？